台中嘛，所以我在想说，当然第一首歌曲是比较热闹的，那由我所作曲的这个酒熬的心声，酒歌跟酒有关系的哦 ，Vodka, Tequila and You， 当然这个 You 呢，指的就是女生，就是觉得，不是，难道是男生嘛？讨厌，好，其实这个酒呢，对我来说有很大的这个。也不能说这样，好像我讲好像酒鬼一样。是啊，就是说其实酒对我来说，因为我觉得做音乐的人有时候难免会需要一些灵感。我觉得当然不是说拿这个当做一个借口，所以变成说你要多喝酒，而是我觉得以我自己的个性，我需要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来让我比如说我们常常会觉得很硬的时候，觉得会松一下，对，压力很大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有一点放松的感觉，来让我们在音乐上甚至在生活上可能都会更有情趣，或者跟你老婆自己在家里面喝一杯，我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就是调剂的方法。那第二首歌曲呢，因为我们来到台中嘛，所以想说我们是从台北来的团体，那台上有没有台中人？都没有，对，所以咯，你台中人，你台中人一半上半还是下半？好，那我觉得我们都是从台北来，那我想台北这个大都会一定是截然跟这个台北市不太一样，所以我想台北的爱情故事，我觉得带来跟台中的朋友做一个分享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带来一些新歌，好不好？对，这些曲我们接下来演奏这些曲子是我们在专辑之前还没有发表，所以我们正在制作我们的新专辑啊。那今天刚好是一个很好的市场调查，所以如果这个歌当底下掌声很少的话，这歌我们就不发了，这样。或者是台中就不发了，只发台北版，不是，没有了。那当然，如果你觉得不错，就给我们一点掌声。我们需要这些掌声来帮助我们完成这些专辑。再一次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我们就带来我们的新歌，叫做《My Angel Baby》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。